外近来举办巡演，吸引众多粉丝前往支持。而近日他在中国演出时，就发现歌迷里竟出现年仅25岁的粉丝，让他相当惊讶的问说：“你们都是25岁，为什么会听我的歌呢？”全场粉丝立刻爆笑出来，而他就感叹：“我写这些歌，你们都还没出生呢，而且你们才25岁，怎么生活有这么多痛苦呢？”随后便唱起他25岁时写的《浪人情歌》。该段画面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幽默表示：“我脆弱的像一张纸，一碰就碎。25岁的时候觉得生活有点苦，没想到30多岁觉得生活更苦了。”还有人惊讶：“525岁就写出了《浪人情歌》，可想而知他当时也很痛苦啊。”问题是，你们都是25岁，为什么会听我的歌呢？Thank you.